这是我的朋友山姆。见到你很高兴。我们同岁。我们做好朋友吧。我可以去洗手间吗？可以。把你的包带上。要不要帮忙？我能做到。做得很好。你看起来很健康。我每天都会运动。你真勤快。我们一起运动吧。伸展，转动你的脖子，挥动你的双臂，拍拍你的手，弯曲你的膝盖，触摸你的脚趾。春天来了，你最喜欢什么季节？我最喜欢秋天。你呢？我最喜欢冬天。这里有玫瑰花，真的很漂亮啊。闻起来很香，一起照张相吧。说茄子，一起去动物园吧。好主意，到这边来。哇，看那个。是老虎，有锋利的牙齿。看这个，是大象，有长长的鼻子。我喜欢动物。今天是几月几号？7月1号，有什么事吗？明天是我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！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我的生日是8月。原来是这样。你愿意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？当然愿意。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。我生病了。你得去看医生。哪里不舒服？我头疼。你需要打针。哎呀，我讨厌打针。你吃点药吧，会好起来的。注意身体哦。